小西，几点了还睡？快点，开工了！我叫林小西，我跟所有女孩一样，爱漂亮。好，再来一张，笑得自然点。对，再笑，保持感觉，再打开一点。好看，真的特别好看。好，我们换一个。多好啊，这些笑得特别好看，看，然后一会儿你们两个人拍可以再靠近一点，然后互动感强一些，看，好看吧，开始拍双人吧。不不不不不，这个不是我，这个才是我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这是韩冰，我的发小，他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。当年他的歌啪的一下子就点燃了我，我要和能点燃我的人合作。大哥，现在钱就堆在门口向我招手，你是在考验我吗？我有点忙，挂了。喂，小韩老师呢，他可能还想继续沉淀一段时间。看来我和小韩老师的缘分未到。得，你们慢慢沉淀吧。一部剧，你就被他迷成了这样。我决定成为他女朋友，还差八十斤。八十斤吗？要我说，你那什么男神还不如韩冰。停，跟你说了，我们俩就是朋友。那朋友还有固定的见面时间呢？今天好像17号，韩冰是不是今天回来？不够吃吧，特地给你加的餐，好吃别饿着。你不是猪吗？猪还吃不了这些，吃啊，赶紧吃啊。啊，哟，小公主来了，小公主和她小猪猪。不用理他们，我帮你吃。林小西，我在深山通道跟你谈心。我喜欢听他弹琴，他弹琴的时候认真又可爱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成为最棒的音乐人。吃不下你就别吃了，不行，这样他们会欺负你的。你以后吃不下我来帮你吃。
年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帮助那个小胖子。但从那之后，我的生命里好像多了另外一个亲人，而且再也没有离开过。又偷懒啊，赶紧起来，接着吧。没劲儿了，我得回回血。货带了吗？最后一次啊。怎么了？我想吃点宵夜。哇，好多好吃的哟！老板，我要一个。我要这个。这真好吃。哇，鳄鱼，我还要吃。少放辣椒，然后多给加半份花生酱，葱头分开放。给他加一份那个大肠，然后多加点豆芽。这都够吃一天了，这都。那个，还有再大一号的吗？我们家没码了，您穿的已经是最大号了。啊，那我换回来。走了。要了。不喜欢这季节。怎么了？你看，短袖、短裤、短裙的。你也可以穿啊。你们俩怎么玩到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哎呀，还是青梅竹马好啊！小时候俩人就黏在一起，这长大了还黏在一起，是吧，韩明？不是，耿叔。一会儿把小西一定送到家门口啊。好。哪有这么胖，都失真了。吃了，吃了。生日礼物，实现你的愿望。没新意，每年都一样。不要算了，省事了。好吧，那我今年的愿望就是和大帅哥谈恋爱。快帮我实现他，帮我实现他，实现他，实现他。听见没有？
西姐，站住！姐，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吃饭了吗？吃了。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啊？怎么受伤了？算了，那你跟我回家吧。走了，换药去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我们休息。你好，我们是黄可工作室的，今天我们过来拍宣传照，不想遇到台风。我知道我们没有预约，我会给你一笔非常可观的报酬，可以吗？谢谢。你好，化妆间在哪？哦，谢谢。他谈恋爱呀，哈喽，不打扰吧？不打扰，不打扰。谢谢你愿意收留我们，还帮我这么多忙。没有没有。我今天表现还好吗？特别好。别动。光看眼睛的话，你其实也是个美女。黄可，过来看一下照片。干嘛？你还想不想红了？你知道现在圈子都管你叫什么吗？黄可以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楼下那个胖姑娘，我觉得也挺可爱的。心灵美也是美，你怎么不行动啊？心灵美，我眼睛看不到，手也摸不到。还有，根据我敏锐的观察，这姑娘底子可以，只要瘦下来。心灵美就变成外在美了，我也可以考虑一下。幼稚。拜托，这就是以貌取人的社会啊！只要瘦下来，心灵美就变成外在美了，我也可以考虑一下。这歌谁写的？我，
不好听。团长，你回去把这首歌重新做一下。啊？詹总说这首歌还可以。你怎么瘦的？你要减肥啊？哎，你都减800次了，你就这么胖了，认了吧。闭嘴。你不是想帮我实现愿望吗？我的愿望就是帮我减肥。好的。我这次是真的，我要瘦成他那个样子。你看，你瘦的也不少啊，2斤的。上个厕所都能瘦2斤。哎呀，这减肥啊是长久之计，你这么着急，你急着嫁人啊？你要干嘛呀？嗯？
不好意思，很久没有人来了，路也不熟了。我不会已经摔死了吧？我们能够见面，也算是缘分了。说，有什么愿望？我不想死，我还想活呢，我还没活够呢。我才22岁，我还没谈恋爱呢，我还没有瘦下来呢，我不想当死胖子呀！你救救我呀！啊！哎呦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把手拿开，我让你救救我。你想受还不容易吗？我一定会成全你的愿望。你松手啊，松手啊！哎呀，你这个小姑娘倒挺厉害啊。这是梦想电影院，用了它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不过童话也有代价的。眼睛看不到，手也摸不到。我去不了啊！不行，我太疼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哎，喂，
我最近没灵感。没灵感？哎呀，阿斌，你们艺术家的世界我不懂，但是如果公司再做不出几首赚钱的歌的话，我在我爸妈面前多没面子啊！我压力很大的，老韩。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美女，你是今天船上最漂亮的 ，beautiful。开心了。韩冰那边回复了吗？还没。我是摄影工作室的实习生，你把照片选一下吧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？你看起来有点眼熟哎。小谢，小谢，小谢在哪儿？
西，小西啊，小西，小西，小西啊，小西。其实我是小西的朋友，然后小西现在出去了，我，我得去医院，你待着吧。林小西，你去哪儿了这一天？你包成这样干嘛啊？眼镜，你这病了？你是不是抽脂了？你认出我来了？我认出你了，我现在能认不出来吗？你没变化呀，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不可能啊，这个根本不符合物理规律啊。什么规不规律啊？那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又不信。我这是遇到童话了，那童话里面有魔法吧？那你说魔法怎么解释呢？我给你拿瓶凉的，你先冷静冷静。你别向人家骗了。说一次只能维持十个小时，可是我男神说了，说我瘦了挺好的。这有谁呀？黄可现在可火了。林小溪，你说你是林小溪？他说他是林小溪，你们在逗我吧？不可能啊！你高中割双眼皮失败了，弄得眼睛比原来还小，这事儿还有别人知道啊？小溪说，小溪的事儿我肯定两肋插刀。我要变漂亮，我要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的感觉。你见过那么多美女，你指点指点我呗。哎，这不那谁吗？可以呀、啊！你放心，哥帮你，啊。那个啊，您好，美女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还有再小一点的吗？哦，你觉得这码数还是有点大是吗？嗯，要最小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您稍等，我就去给您拿。最新款的洁面仪，又能洗脸又能按摩，烦吗？一钱不给。
谁能想到这是咱们林小溪呀？什么反应啊？满羞呢？那我是不是得改名字呀？叫什么呢？爱丽丝。这叫小溪不挺好的吗？哎，那接下来呢？我该怎么办呀？然后就交给我，只是需要韩冰帮一点点小忙。刚才这边还不够热烈，好吧，你得感受音乐中的那种浪漫的气氛，尤其是对黄老师的这种崇拜，好吧，两个人亲密起来，好吧，黄老师刚才还 OK 的，到时候咱们再给足一点，好吧，啊，到时候给反应啊，再来一遍，好吧。韩老师，韩总，坐。啊，韩老师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开始啊。啊，好，开始。预备 ，Action！ 哎，不是导演，您说的容易，可是对着这样一张脸，我投入不了真感情啊。哎，就你那演技，还用投入真感情啊？姐不奉陪了。姐，喂，怎么了？剪出来根本看不到他的脸的。喂，韩老师，你也太热爱工作了吧？咱实习生都忘了。什么实习生？爱丽丝呀。是你吗？那天在泳池偷看我游泳的你，我们果然又见面了。你和那天看起来不一样。你不是那个摄影工作室的实习生吗？啊，我是林小溪的表妹，我那天替她跑腿的。Alice， 是你的真名吗？好特别啊。要不咱接着拍？副导演，你去把女主角请回来。太无聊了。导演，您真的太幸运了，天上掉下来的女主角。不行。我觉得行。你坐下。行。有人说
说我缺乏内涵，演技真是有够秀的。有人说跑调歌词烂透，那是不懂 idol。以为和我一样的装束可以达到一样的高度，有人想要模仿，想要超越，别不知天高地厚。我的帅就是实力，别再产生疑虑。与生俱来的魅力，我自己都无法抗拒。过来，咱们下一条拍黄老师带人的。你皮肤真好。喂，哎，干嘛呢？怎么？现在人家瘦了，觉得好看了？没有啊，还没有。这要跟以前一样，高中那会儿说你俩是连体婴儿，你会不乐意？我没有。这可真是宇宙大爆炸级别的变化呀！二位，刚才是不是聊创作？其实关于他呀，包括这个设计，我也有别的想法。怎么样，帅吗？好，各部门准备啊，咱们开始试拍。安静。好了，就开始吧。好，马上开始。好，各部门准备，见。帅到发光，全家都一样。嘴。就算拍摄不。好的。黄老师，您这个口型注意一下，好吧？哎，好，再来一遍啊。准备。帅到发光。好，停。这个头发得给整理一下。好，来，化妆老师给黄老师整理一下头发，来，抓紧抓紧抓紧，来。好，行了行了，来来开始，预备。帅到发光，停，停。搞什么？对不起，黄老师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，对不起啊。你说话是不是针对我？不会的，他就那个样子，找存在感的。你们很熟吗？没有啊。韩老师不是挺有名的吗？导演，好了没有啊？我能不能进屋里休息一下？情绪不要的。啊，对不起，黄老师，我们这马上就好啊，这个情绪尽量不要断，好吧？啊，谢谢。林老师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最近到底在干些什么？我帅到发光，穿啥都赢。停，还是刚才那个点，再来一遍。停，认真重来。
不好，再来。停，不好，还是不好。赶紧过来，从头来。您哪来？韩老师，哎，韩老师，哎，打扰了。您看，我们这边都调整差不多了，我们来一遍。那个，你得放过导演吧。好，啊，大家提起精神啊，今天拍正场戏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家里场吻戏。吻戏？就是看吧。出现在哪里，哪里最聚焦的目光，戴上了口罩，我竟然无法阻挡，就算吃油条都将尖叫声拍了，镜子里的我永不曾是你。意境到了就可以了。两个演员补一下妆。张老师，麻烦过来一下。周末有空吗？真的蛮好看的。帮我查个人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嗯。他怎么也在这？你怎么来着？看电影。时间快到了，走吧。那每首歌都超好听。哎、对对对，我是谢老师那个，哎，那是谁写的？不能喝酒。怎么，你不习惯喝清酒，还是换另外一种？我能喝。你不能喝。能喝。能喝。
能喝你多喝点。其实今天时间不多的，别嘛，你陪我进去一下，我跟朋友打个招呼，很快就走的。可是我走啊走啊。哎，好久不见！哎，怎么样？千万别酒，今天别跑。你先走。来，五哥，敢不敢？不起啊！哎，哎喂，又不是你女朋友，护什么呀？很快就是了。谁？衣服放这儿了，你自己换上。我只能找到这个了，凑合凑合。你喝酒了？别管我了，我在门口等你啊，快点。韩冰。在女厕干嘛？走错了。哎，你找厕所是吧？你该不会在跟踪我们吧？说什么呢？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上厕所了？哎，小伙子，咱们有缘分呀！上厕所是吧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一会儿要想喝酒，还记得来找姐姐啊！啊，来，我在这等我，等一下我们继续喝。你口味挺重的嘛，
那女孩胖成那样，路都堵住了。想说什么？胖点怎么了？胖点？你没看到他们衣服已经撑成那样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人一胖就没有爱美的权利。像我每天都跑步，虽说辛苦呢。让你别瞎闹，就是不听。今天我要不在那儿，你怎么办？那黄可到底怎么你了，把你变成这样啊？能喝能喝，自己能不能喝不知道吗？你说你现在买那么多高跟鞋，买那么多衣服，你以后你不能穿，你都浪费在这干嘛呀？你不是说要攒钱扩大工作室吗？小新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？我不想聊以前。不是说以前怎么了？你以前挺好的，你以前从来不会因为人家三言两语你就改变自己，不会贬低自己，这个话是你告诉我的吧？那以前我还说过呢，以前你不也胖过吗？哎，苏琪，你跟蜜虫有女朋友啊？没有，瞎说的。不会吧，你俩跟连体婴似的。是，我们还说呢啊，你这眼光挺特别呀。烦不烦呢？我不喜欢他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他那体型，那不就是头猪吗？谁会呀？走，你说谁会喜欢一头猪啊？你已经不是胖子了，你不会理解我，也没什么以前了。你没事吧？怎么突然走了？你不舒服的话就多喝点热水，哎，不过也别喝太多，明天容易脸肿。我先回去了。那你电影院用完了怎么办？懦弱的我，为了维护自己可笑的尊严，我不敢承认，喜欢的就是你，林小溪。好，停！杀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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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下台打退的！我有话和你说。嗯。我很久没有遇到那么让我心动的女生，希望。可以给咱们俩一个机会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爱丽丝根本查不到任何资料，像是凭空出现，或者说是捏造的。这两人之间绝对有问题。小溪怎么样？怎么？之前小溪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主动，那么多追她的机会你都错过了，
现在人家有黄可了，你后悔了？小西他不喜欢我，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。整天的喊逼一起出双入对的，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人家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嘛。不是两小无猜，我看是小两口吧。没有了，我早审美疲劳了。你们要是谁看上他，跟我说，我帮你们啊。感情的事太复杂了。我觉得呢，你先把歌写好，不为公司，也不为别人，就你自己。兴许啊，你这歌写完了，感情的事儿也就解决了呢。哎，对了，明天黄可公司做东啊，你得来啊。刚到。刚到。你先去做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不要闹了啦！我一忙完就打电话给你，就这样。哎，你跟谁吃饭的到底？男的还是女的？安老师，你来啦。你这么做不合适吧？啊，你说那个，那个没什么。不好意思。你自己说，还是我帮你说？说什么啊？你给我，潘老师，你也不用这么双重标准吧？你和 Alice 天天眉来眼去，我也不傻。作为男人，互相理解 ，OK？ 大家都是逢场作戏，你在那边演什么警察、啊？会有什么打算啊？准备做演员吗？还没想过。要是真有这个打算的话，可以告诉我，我来帮你规划呀。哦，对了，林小溪，怎么了？你帮我转告一下，我知道了他的秘密。
是不会道歉的。把伤口贴上吧。你打人还有理了？我打他，他骗你啊，他骗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清醒点好不好？如果你变回李小琪，他怎么对你？那你会怎么对我？这么多年，我对你变过吗？难道没有吗？我不傻。如果不是我变了，你还会这么关心我吗？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什么时候像现在一样这么注意过我？还不是因为我变瘦了，变好看了。我对你好，我注意你，跟你胖瘦跟你好不好没关系，小希。还有，如果你真的想瘦，你坚持运动，你节食啊，你食欲控制不住，运动坚持不了，你怎么瘦啊？你告诉我，每次我带你运动，你找各种理由偷懒，你怎么瘦？你帮帮你自己好不好？别人帮不了你，只有你自己能帮你自己，知道吗？他骗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总是这样，你从上学的时候你就这样，只知道帮别人，委屈自己，折磨自己。你能不能帮帮你啊？我帮不了你，你要自己帮自己啊！我当初就是因为帮你才变胖的。你当时帮我什么？你忘了？别跟着我，我不想在你面前变回林小溪。我也是个体面人，打人是我的不对，我想要跟你道歉。但是，我不希望你和韩冰走得太近。那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如果以后我变胖了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？你怎么可能变胖啊？我还跟陆姐说要牵你呢。别说胖了，我觉得你还得再瘦个五六斤。
就知道到底会再来。你想就此打住，还是想继续？定孽，我要永久定孽。这小姑娘越来越刁蛮，有话好说呀！好。东西是你给我的，你得负责。永久定影业，永久有效，用了它可以按照现在的样子活下去。嗯，你忘了我曾经说过是有代价的。什么代价？你没有发现吗？人总是贪心自己没有，却不懂得珍惜自己拥有的，当真正失去之后才知道代价是什么。喂，开始写歌了没啊？在写。我最近怎么觉得特别怪？怎么了？记性特别差，脑子里记忆都是乱的。我的手，我的手怎么伤的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装傻啊，好好写歌，改天过去看你去。我曾经说过是有代价的。这才啥事儿？
知道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有请这部 MV 的男主角黄河和女主角 Alice。苏萌萌在一起的，苏萌萌到底哪一点吸引到了你呢？有传言说苏萌萌是因为跟您的恋爱关系才进了公司，请问传言是否属实？他刚进公司的时候蛮多烦恼的，作为前辈嘛，给他很多的照应，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。麻烦大家都给我们点空间，谢谢。爱丽丝小姐，现在网上爆出您的身份疑云，请问您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吗？哦，说什么了？有熟人爆料，您的身份背景全部造假。有传闻说您曾经的体重达到过200斤，是抽脂整形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请问是真的吗？您整形的目的是为了进入演艺圈吗？曾有公众史爆出您和黄可之前关系不一般，如今黄可公布恋情，请问您作何感想呢？艾斯小姐，您是第三者吗？艾斯小姐，收看这个。艾斯小姐，请问您跟黄可之间是巧合还是旧情？是吧？我，他们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啊？很多事你没办法去对峙，而且那些人也不会替你解释的。那外套你留着吧，自己保重。你去哪儿？韩冰怎么连你也这样？你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认识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你认错人了。什么认错人了？什么认错人了？我没有认错人。我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不是我们两个吗？照片哪来的？这不是我吗？这不是咱俩？这不是我们两个吗？你不认识我吗？我是林小溪。小溪，小溪，你不是小溪。我是小溪，我就是小溪，我是小溪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小溪，我现在
我变瘦了，我变瘦了，但我就是小溪，我是小溪，我是小溪，我就是小溪。真的，你别激动啊！我是小溪，我是小溪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别激动，你先冷静点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那个，我跟小溪啊，我跟小溪。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，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我好想他，但是你肯定不是小溪，不好意思。你把韩冰微信推给我。你把微信推给我。哎，老板。哎，韩冰啊。哎，给我点一个。啊，我知道，辣椒少放，多放花辣酱，葱头分开，多加豆芽，配大肠，不要香菜。小心呢？今天怎么就你自己啊？我就点碗面。好嘞。他不记得我了？怎么可能啊！我还听说他为了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写了一首歌。我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问他把这首歌给我吗？歌。你怎么来了？韩冰的歌呢？你没听吗？哎，我真是服了你们俩了。
怎么不甘与众不同，不平凡的羽毛也许难懂，没人了解你正在的痛。如果你生而为一双翅膀，不需要别人给你，只需要向天空。不要低头，光环会掉下来。你是女神，不要为流言忘了自爱。不要强和，威严会脆下来。你是女神，不需要庸俗的美妆天才。美丽善良有你之外，天空是多么自由的舞台，你有人期待。你们俩呀，就是自欺欺人，每个月都固定时间固定地点风雨无阻的见面，还说就是朋友，也就我装看不见。爱上帝多要一口，不是苹果残缺，却一枝独秀。不合脚的玻璃鞋痛不痛？你又何必让自己委屈被他左右？不要低头，光环会掉下来。你是女神，不要为流言忘了自爱。不要讲和，威严会碎下来。你是女神，不需要庸俗的美。你不知道你过敏，瞎吃什么药？黑小西吗？如果失去自我，短暂得到的青睐。谁故意呀？哎，师姐为喜欢一头猪啊！做什么呢？你还想踹我？我你的二小心！我早审美疲劳了，你要是谁太让他跟我说，我帮你们啊！哎，喜欢吧，林小西，虚情假意的，谁不知道你喜欢他呀？我跟小西。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小时候有点胖，同学总是欺负我，但是小西不嫌弃我，她是那么善良，那么勇敢，她特别爱拍照，也特别爱买漂亮的衣服，还特别爱吃。我每次看到她吃东西那个幸福的样子，我就特别开心。她虽然有点胖，转眼该掩盖天真无邪的笑，但是他在我心里却是那个最好看最善良的女孩。那我今年的愿望就是大帅哥当然可以帮我实现他，他们会变成你的光荣。他是我的第一个听众，我终于为他写了一首歌。开门！开门啊！你让我进去！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开门啊！你这个丫头！五次三番提出要求，我这个样子像是好说话的人吗？是你选择的，开始了就不能停止。游戏是讲规则的，就最后一次，我就想变回去，这一切都变回去。我不是来跟你要更多的，我就想回到以前。我一直忽视他，是因为我不敢面对这个我在乎的人。我也想明白了，介意我胖的从来就不是他，也不是我的朋友，而是我自己。
是我太怂了，我害怕，我害怕闲话，我害怕我们俩约的姐连朋友都做不了了，结果我却变成一个笑话，一个巨型的笑话。真的想好了吗？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变回去就不能变回来了。我想好了，我愿意。小溪，林小溪，干嘛呢？我以为你不来了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。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你等会儿我过来啊。买一赠一也不用这么吃吧，你的脸又圆了哈。我又胖了吗？胖了，但不重要。不知不觉都秋天了。不知不觉的事儿太多了。你变回来后悔了吗？不后悔。我以后会变得更好的。我知道。我们都会变得更好的。我知道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原来喜欢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。我喜欢你，以后
以后的以后，我也要继续喜欢你。